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正坐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军。在疫情之下，如何让属于儿童的节日缤纷多彩呢？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教育处还有各校的创意。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林助理林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艺术家李奇宏。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奇宏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充满创意还有活力的复兴国小校长陈欣盈。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校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教育处的教网中心主任苏世文。小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世文好。好，如果在没有疫情干扰的话，轰动全台湾的基隆童话艺术节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欢乐。我记得海洋广场上都会有巨型的玩偶卡通，还有超大型的充气气球，整个基隆港看起来就像是童话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先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之前疫情前的童话艺术节。基隆童话艺术节开始了。妹妹你看，有白雪公主，还有皇后。对，你看又是恐龙耶。哎，妹妹，你看有白雪公主，好兴奋哦！今年有恐龙哎，是货柜吗？对啊，我们把很巨大的货柜变成像迷你般的小积木，那小朋友可以尽情的玩耍。我们利用了基隆港、基隆市周边的一个区域，把它布置成一个剧场。照相，然后上传，四张照片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代币，然后来换取扭蛋的这个神秘的小礼物。这几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玩，好好的玩，慢慢的玩，从东边玩到西边，再从西边玩到东边。欢迎大家来这里拍照，也可以写下你的愿望，投入一个许愿球。2019基隆童话艺术节，欢迎大家！哇！虽然是2019年，但是如果没有碰上疫情来搅乱的话，今年还是一样非常热闹。但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基隆市教育处非常的有创意，这种欢乐的气氛是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呢，把儿童摆在第一位，我们要请教处长喽。基隆市教育处在兼顾防疫还有教育等多个面向，推出了不一样的儿童节好礼，是怎么样的 idea？ 然后内容又有哪些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是，谢谢主持人。当我们看到童话艺术节的影片哈，让我们回味起已经办了16年的童话艺术节，真的是带给我们基隆市的家长跟小朋友非常非常多的欢乐，已经成为我们基隆市的共同的记忆之一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虽然不能办大型的集会式的童话艺术节，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忘记儿童节这个所有小朋友除了生日以外最重要的一个节庆，所以我们爱家的暖男市长呢为各位小朋友呢准备了6项好礼，这6项好礼呢包括孩子岛乐园、同乐同乐大翻转、日常惊喜、同游书海、城市寻宝趣，还有你好你好，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礼要送给大家，都是专属于基隆市民才能够独享的好康，一定让满满的四月让孩子们有非常丰富好玩有趣的一个快乐回忆。哇，所以看起来真的好多，不愧是暖男市长送给小朋友们最好的礼物，总共有6大项哦，内容涵盖真的非常多。然后听说今年在海洋广场有特殊的装置出现，哎，虽然没有办法有那种大型气球，但是也很特别。我们要请处长来透露一下。是的，我们第一项好礼呢是孩子岛乐园。什么是孩子岛啊？孩子就是大海的孩子，当然就是我们基隆的小朋友啦。我们把海洋广场打造成一个充满孩子童趣的一个孩子岛乐园，里面呢我们会有2个大型的装置艺术，一个是白带鱼，另外一个是点点雨滴，都是扣合着基隆的特色。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呢，白带鱼是我们基隆会盛产的一个22项海产之一。那渔民把一箱一箱的白带鱼打捞上岸的时候，这样铺在那个港边，看起来就是一片雪白，非常的漂亮。那我们用这样子的创意呢，艺术家就把它发想，把它制作成一个非常大型的白带鱼的隧道，所以白天的时候呢，小朋友可以在隧道里面穿梭游玩，还有像积木一样可以去做踩踏，但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些白带鱼的灯管它就会发出
银白色的光芒，所以你远看呢，好像一条会动的白带鱼在海洋广场上面游动。那伴随着一阵一阵的海风，会觉得说白天是一个可以打卡玩耍的一个大型公共艺术，晚上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作品。不管白天晚上呈现不同的风貌，孩子们可以非常快乐的在那里游玩。哇，可以想象我们的海洋广场会变得很不一样，白天很特别，晚上会动，哎，这让人家有非常多的想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洋广场会很不一样。而说到海洋广场，其实历年来海洋广场都办了很多活动，就算在疫情的时候也有不错。像我记得去年市长就在上面打篮球，那时候我们就在想一想，哎，那个篮球赛，那个篮球会被打一打掉到海里面去，对之类的。然后还有在上面写的巨型书法，也是去年印象很深刻，都好特别。那我们印象中，在之前虽然基隆一直下雨嘛，那大家对雨的印象是什么呢？在海洋广场也曾经有办了一个大家一起风湿搭搭的活动，一块来看这段 VCR。千人齐聚海洋广场，穿黄色雨衣，拿伞，一起风湿搭搭的感觉。基隆雨都湿搭搭，各社团共襄盛举，主办单位还特别请来空中摄影机，要让世界看见基隆美丽的雨景。参与民众都好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很有意义。我们这次来参加台湾斗大大节的活动，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基隆的特有景象。我觉得这一次我去蛮新鲜的，因为这第一次穿雨衣是有点不方便，但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很好，很新鲜啦，从因为从来没有来过这种活动，那就觉得我能够符合基隆一直下雨的那种气象。基隆滴答答耶，真的是滴答答，基隆的雨真的很有特色，而这样的特色雨在今年也有不一样的展现了。我们要请齐宏艺术家来跟我们分享。好 ，OK， 我们这次呢跟我们教育处合作的这次的这个雨滴的创作叫做《小雨滴的99种可能》。那这一次呢，我们跟教育处这边在讨论的时候，是我们希望今年的儿童艺术节不只是让小朋友有可以玩的儿童艺术节，而是小朋友本身也参与到这个的活动里头。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刻意的呢装置了一个作品，是由我们所有基隆市的小朋友共同来参与。所以我们这次呢主题就是以雨当作是我们这次的主题。那主要呢是透过这个作品呢这个小雨滴，让小朋友重新的再去思考，就是我们跟在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呢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可是我们能不能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跟这个环境所处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呢让小朋友呢基隆市的所有小朋友们收集了募集了将近6000滴的雨滴，那到时候呢会共同的全部呢在我们的海洋广场做装置呈现。那这些雨滴呢就如我刚刚现在手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很精彩的，这是由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雨滴的作品呢，其实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开跑了，也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已经把基隆市所有的艺文老师都召回来做艺术真人，那再让老师呢把这个雨滴的这个教案啊，跟这个制作的模型呢带回去给小朋友，让小朋友来完成。所以呢，这次的各位可以看到这些一个一个很精彩的这个雨滴的作品，就是由每个老师呢来真人回去之后呢，他们自己又发展出了不一样的属于他们的小雨滴。所以这次呢我们收集到了这么多的这些雨滴呢，最后呢它其实在我们的海洋广场上面的装置呢，它会汇集成一个很长的一个波浪，很大的波浪。那某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诠释为就是由基隆的这些小朋友共同呢来汇聚成河的这些小雨滴。那这个汇聚成河的作品呢，就可以欢迎大家来看看，就是属于我们基隆人在地的特色，以及基隆的小朋友如何透过他们的眼光来看看基隆这个环境。那很有趣的是，我们这次的作品呢，除了呢让小朋友去做之外，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材料。全部都是塑胶袋，所以在我们推行这次的这个环境艺术里头，我们还很强调就是让小朋友重新再去思考我们的资源，有限的资源。那我们提供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的这个竹子的骨架。那有小朋友呢，他们自己去发想去收集学校或者他们家里的这些塑胶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小朋友很有创意，例如这个，他收集了这么多的我们不要的这些塑胶袋，可是他把它编织成一个彩虹的颜色。
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很可爱。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发挥创意，透过这种三原色，然后用很极简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造型变化。那还有这个一定，我刚刚看到我们几千粒雨滴一下子就被我锁定了，看到这个就很清楚，这是现在很流行的我们的那个鬼灭之刃的配色。所以从这个作品里头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带小朋友去发现，就是我们的艺术教育，我们的美感教育，其实呢最主要是让他们从生活里头去找到，然后我们呢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他们诱发他们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去发展。例如像你看这个小朋友呢，透过这个塑胶袋，我们平常回收塑胶袋，可是他们透过堆叠或透过绑扎方式，好像一朵花，然后或者是一个一个的毛球，那这些呢全部呢都是由小朋友呢他们用他们既有的这些环保的素材来制作的这个作品。所以呢这次的这个作品呢由白天呢你可以看到很缤纷然后很闪耀的5000多滴的雨滴在我们的海洋广场这样随风飘逸之外，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一样会打灯，会配合跟我们白带鱼一样，在夜晚呢它会有夜晚缤纷，很像在我们基隆港边也可能璀璨的银河。那这个银河呢基本上就是由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共同的呢制作去完成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跟教育处合作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一个创举，就是让基隆的所有的小朋友，尤其是5、6年级小朋友，每个小朋友他们都提供了一滴雨滴。所以各位民众，到时候呢如果你们来参观这个作品，除了我们小朋友可以去找自己的雨滴之外，那我们的民众来看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小朋友发挥他们的创意。那也许呢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很漂亮的一个装置艺术，就是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是由我们5000多个基隆的在地的小朋友去做的作品，它也许不是这么的美丽，可是呢你可以看到是透过他们不同的每个小朋友展现出来的雨滴，然后去看看呢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这个城市里头，然后他们发现到了什么，他们用怎样的角度重新再去思考这个好像大家以为很不便的下雨，可是呢雨反而是我们基隆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资产。那这是我们这次提出的这个这个作品就叫做小雨滴的99种可能。那为什么叫99种？因为剩下的一种呢由我们的小朋友，由每一个市民呢重新的再去定义这个环境，定义这个气候。 OK，这是我们这次的作品，真的超棒的。小雨滴的99种可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融入艺术里面，艺术融入生活里面，然后就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那这也是大家很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预计这个3月29号之前，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喽。那说到给小朋友这项礼物，除了这个装置艺术上的发想之外，另外还有儿童节的礼物。我记得之前采访过很多学校，他们在儿童节都很欢乐，有的是整校去看电影，然后有的是整校去闯关，然后当然午餐都是好开心的那个汉堡、披萨的，大家最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那其中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学校他们办一个活动嘛，就儿童节当天，然后他们的最大奖项就是一日校长，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得到冠军的小朋友，他们就披上那个彩带，上面写一日校长，所有的校长、老师还有小朋友，通通站在台下跟他说校长好，然后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小朋友还挥手，那印象是最深刻的。那当然很多学校他们都有不同的创意来欢庆我们的儿童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镜头拉到我们这里，我们要请我们的复兴校长、我们的新科校长陈信成校长跟我们说说，其实要翻转一日的日常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也充满了创意。邀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谢谢小君主持人。我们这次啊，那个我们教育处特地请各个学校呢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在儿童节这边呢，在这一天呢让全校都翻转。那我特别要介绍一下复兴国小的这个一日翻转的活动。那当然不是只有孩子翻转，课程翻转，我们连老师都翻转。所以当天呢，我们全校的老师，好，包含我们的行政人员会做一个变装的体验，然后可能孩子会发现，工作细胞的校长在学校版校长在门口为大家量体温，然后呢，班上呢可能会有迷豆子或者是炭治郎在上课。那这个是老师的部分，我想老师跟孩子一起同乐。那个上课跟下课的时间翻转，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本来就有的这个一个
以前就有的一些活动，但是这一次十分钟，下课五十分钟，对对对。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孩子呢整整玩五十分钟，所以我们学校有一个复兴欧 Switch 的卡，那个 Switch 的那个赛车的那个比赛，那是全校的这个赛车派对，在活动中心举行，透过我们的大荧幕，让所有全校的小朋友一起做体验，然后初赛、复赛。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原则上他感觉上下课，其实他是在上课。然后呢，这个整个活动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在上个礼拜的班青会里面募集了很多，就是很多 Switch 的主机机台跟手摇杆。那家长也很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已经募集到所有我们需要的设备。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的谢谢家长跟孩子。那也希望当天呢，当然会有这个角色扮演的老师跟行政团队来跟孩子一起玩。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多元的文化的体验，就是我们四月一号其实接近我们的春假，春假也就是我们的清明节。那本校呢，复兴国小在礼拜四下午都是我们的特色活动、特色的课程活动，所以我们会请我们的新住民的妈妈教我们的孩子做所谓的越南春卷跟台湾的润饼，然后介绍一下整个异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寒食节要吃润饼，对。所以就可以联想到越南的春卷，还蛮像的，所以都大家一起结合这样子，嘿，这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活动，所以我们不是翻转一个早上，我们是翻转一整天。哇，翻转一整天也令大家非常的期待哦。那我可以很难想象全校的小朋友在这活动中心广场玩 Switch 那是什么画面，应该还有很多惊喜在里面吧？没错没错，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活动之后再去看看。好，那说到这一个欢乐的气氛，其实还有很多大型的活动，但是今年很特别，有快闪，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哇，好多惊喜哦！是啊，我们准备的第三项礼物呢是日常惊喜，整个四月份呢，我们充满了惊喜，几乎是每一天都有惊喜，天天都精彩。那除了刚刚我们教育处办的很多活动之外，事实上文化中心、家庭教育中心，还有海科馆，还有我阳明艺术馆，还有各级学校，其实也都准备了精心的好玩有趣的活动，来跟小朋友或者是亲子一起来同乐。我们在四月份呢，也会办理儿童节的模范生的表扬活动，另外呢，刚才奇宏哥哥有提到，在孩子岛，也就是我们的海洋广场上面，会有我们两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包括五千滴水滴所组成的这个点点雨滴跟我们的白带鱼，那它装置完成，3月29号装置完成之后呢，当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神秘的快闪的音乐表演，就在浪漫的海边，那在灯光之下，我们一起来欣赏啊，这个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同乐的。那最大的一个惊喜呢，是在4月1号当天，我们会带着我们的暖男市长一起跟可爱的人偶进到校园里面，发送小朋友礼物。那至于是哪一个学校呢？我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保密，我想大家可以充满期待，期待有不同的惊喜进到我们的校园，跟小朋友一起同乐。哇，哎，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话，我就希望市长可以来我们学校发礼物，那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相信应该有加码吧。哇，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阅读了，因为现在阅读越来越多元，然后各校也都会变化非常多不同的创意跟想法哦。在儿童节当下，阅读很重要，当然阅读之后的理解也更重要。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其实阅读好好玩。是阅读，家长一定很关心孩子的阅读，但是其实阅读它不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刻板无聊的事情，相对的它非常的有趣，那亲子可以玩，然后小孩子可以自己玩。所以呢，我们为了推动阅读呢，在基隆市我们就在18所学校设置了社区共读站哦。这些社区共读站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每一所都有独自的特色，而且呢它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温馨舒适的阅读空间。举例来说，我们港西国小的蓝鲸图书馆，它是海景第一排，直接在海景第一排，是在我们的蓝鲸图书馆可以鸟瞰基隆港美丽的风景。那小朋友在蓝鲸图书馆里面呢，可以很悠游的阅读或者是上阅读课。在我们的仙洞国小呢，它的观景阅读室看出去呢，就是我们的货柜的基隆港，这个
也是基隆才能够独享的美好景观。那新义国小这个就更厉害了，最新完工，那它是走成品风，分为地下室跟一楼，那我们还提供给它是可以快速就是无人的借书的机器，所以逼一下这样，对，就学生不用有管员在那边可以自助的借阅，可以加速我们无人图书馆，是加速我们无人图书馆的一个实现哈。那不管大人小朋友，其实进到这些社区共读站里面都非常的喜欢，流连忘返，舍不得离开。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很棒的社区共读站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一些活动。举例来说，在七堵国小我们办理亲子绘本导读，在深澳国小办理长颈鹿的数学桌游，那更厉害的建德国中是由学生来担任书香小天使，来分享他们阅读成果，那以及导览他们的社区共读站。不要以为我们只能阅读，只能非常像个文弱书生来阅读，其实阅读的面向非常多。所以百福国中他邀请的是 Energy 全方位运动教本的作者到学校，带着运动毛巾带大家一起强化核心肌，可以让你远离酸痛，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建德国小呢，它除了透过亲子共读绘本之外，最后大家一起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的故事。所以这些活动呢，都是免费参加，市民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教育处的网站上面找到这些就是学校的报名资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哇，好棒哦！我刚刚看到港景第一排、海景第一排，要喜欢的话就要去港西国小，然后想要看货柜屋的图书馆，一定要去仙洞国小。那另外有成品文创风的，要去信义国小。那另外还有很多活动嘛，像是七堵国小，他们是绘本、亲子绘本，然后还有我们的深澳国小。然后还有建德国中、百福国中，哎，百福国中的不错哎，就是还请老师一起动一动，对对对，还有毛巾体操，让大家可以解除自己的酸痛。然后最后是建德国小的创意，自己也可以来创造。然后说到创造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请复兴国小的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其实孩子在读完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理解。那理解完之后，当然就可以有进入创意。那你都怎么样鼓励孩子，或者是学校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看看孩子的理解能力呢？我想阅读其实已经融入到课程里面去了。那我们那个复兴国小有专属的阅读推动教师，那所有的阅读策略跟阅读的这个所有的课程呢，都融在我们的整个校本的计划里面。那12年国民教育的那个核心素养导向也是把阅读推为一个主轴，所以平常除了云水佛光山的云水出车配合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阅读的活动，譬如说我们有利用我们的广播系统让孩子来说书哈，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活动。那当然很多的譬如说阅读的借阅跟推动，还有譬如说很多趣味活动，甚至在晨间里面做推广，我想这个在阅读计划里面推动里面都大家都会做到。另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学校有当阅读不缺阅读，才缺理解啦哈，平常孩子，所以说其实像媒体试读也很重要。那教育部现在有推一个媒体试读的计划，我们利用孩子在我们搜寻云端资讯的阅读资料的同时，怎么样取舍，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小组的研究发表，然后提问。那这个其实是在整个，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一个期程。那整个活动让孩子去自己发想，自己去找资料，我想然后老师跟阅读老师一起陪伴孩子找寻他们要的，然后慢慢的引导。因为其实现在孩子手机跟电脑都很方便，但是怎么样取得他们正确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搜寻他们想要的关键字，其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怎么样理解到他们用的他们找到的东西是正确的，而且是正向的，我想这个其实在课程里面，在学校里面是其实老师应该要做到的。所以说其实我想很多东西从纸本已经跃升到资讯上面了，所以其实它是我们其实是很接地气的，那更接到云端。是，接地气要接云端，就是要跟上我们的科技时代潮流。我想齐宏应该感受很深吧，现在的创意这么多，大家会上传图片或者是一些新的 idea 上去，那你都怎么跟孩子来互动啊？如果有新的想法，怎么样激发他们来更有创造力出来？
就是就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小雨滴来说好了。那我们这次的小雨滴呢，我们在课程上面，其实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它分了两个部分。然后第一个的部分呢，是我们先让小朋友去了解雨，基隆的雨为什么老天那么得天独厚，就独爱我们基隆，给我们那么多的雨。那我们雨的对，那成因是什么？然后了解完这些之后呢，再让他们去了解，就是那在这个环境里头，然后我们的因为雨的关系，然后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这些文人们，他们如何透过跟这个环境之间，然后产生了一些创作创意的思想，让他们重新用不一样角度去看雨。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再让教着小朋友去做这些雨的装置作品。所以呢，对于我们在做这些美感教育，或者是要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这些素养这些美感素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希望带给小朋友更多的视野，让他去看到更多的视野。那这样的方式，目前的我们这样子的这种科技，它倒是帮了我们很大一块。在我们过去的教育里头，就是我们可能只能透过书本啊，或者透过老师的经历去讲，可是现在小朋友的透过网络之后，他看到的可能比我们看到更多。对。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老师等于我们压力又更大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又更多。可是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刚刚我们的校长提的科技的关系，我们的小朋友有更多的视野，可以看到世界更多的不同的东西。那在这样子的时代之下，我们能够带给小朋友的，我想就以艺术教育而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给小朋友更大的发挥的空间，然后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平台。所以你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校长讲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就是提供这些平台，然后借由这些数位的科技，然后核心的目标也是希望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呢快乐的学习。是，真的是快乐的学习，因为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棒的照片。那我这印象很深刻，我拍过，就是在中和国小吧，他们就收集坏掉的雨伞，因为基隆的坏掉的雨伞真的还蛮多，他们就把那些雨伞的布都收集起来，骨架都收集起来，就他们就是拆解，然后再组装，然后变成很不一样的装置艺术。那当然他们会搭配学校，就是他们班上，譬如说有同学哪些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又更不一样。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都会让人家看到，哇，原来是有这么多的创意跟想象，还有故事在里面，这也就是达到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要跟上时代潮流，在这一次的儿童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游戏要推荐给大家，我们要请我们的世文主任。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其实在为了让学生可以是学习更快乐跟更愉快，所以我们用一个数位游戏的方式把它来阅读我们基隆在地的故事。所以我们开发一个叫相机宝的一个 app， 好，可以透过这 app 呢，可以透过 GPS 模式跟 AR Core 模式呢，来探索整个基隆的所有一些景点。那目前上面有25个景点的故事都在上面可以做探索式的学习哦。这是我们跟 Google 一起合作开发的一套软体。OK， 那为了搭配这套软体，其实我们搭配了两个系列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其实我们开发有7个守护兽，非常可爱的守护兽，就是搭配这个相关学习会陪伴着学生在整个基隆市做探索式的学习。那其实里面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像黑鸢就是我们基隆市的市鸟，然后我们的黑雕就是我们的基隆市的市鱼，我们还有小丑鱼啊、海豹啊，然后还有蓝纹章鱼、海龟，还有我们的锁管。就搭配这，其实这只也是为了之前的锁管系特别设计出来一个锁管去做相关的学习。那但是这几只的守护兽目前名字还没确定下来，现在我们有一个命名活动在搭配做处理。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更正在努力命名一个相关活动，为了接后面的一个票选的活动。那这个票选活动会在3月20号开始，那我们会在我们教育处的网站跟 FB 说做一下相关宣传，那就欢迎我们市民朋友一起上来去投票，一起选出我们这几只守护兽，我们基隆在地的名字。这是我们第一个命名的活动。好，那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搭配我们的儿艺节部分，就是我们有设计3个关卡，是配合我们的那个儿艺节去相关设计关卡去做游戏的学习。那第一个躲藏点会是在海洋广场。就大家要根据线索，然后去找到那个地点，然后扫描一下看是什么东西吗？我们是安装完 app 之后呢，你直接到那个到第一关海洋广场，它就会跳出守护兽跟人说哦，一些像学习的内容跟任务。那你过关之后，它会告诉你下一个关卡在哪边，然后依此延续会把3个关卡闯完。然后闯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然后 的活动呢，然后再搭配你的 LINE 去申请那个基隆市香基堡的城市躲猫猫的一个关键字，加入官方账号呢，就可以去兑换那个兑换券。好，那透过兑换券可以到旅客中心呢去兑换精美的小礼物。这是我们 这次搭配两个系列式活动。以上，谢谢。哦，这样听起来这个 app 充满了创意跟惊喜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多内幕要告诉大家。接蜡烛吧，来，好，温暖，走，小心要小心。一点点。哎妈，妈，妈，怎么了？怎么了？哎，妈，哥，你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就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你想想，怎么可能嘛？哎，等一下，那至少身份证上存折要还给我吧，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呢。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喂喂，你说什么？哎，我听不清楚。喂。求职防骗，请记住3要7步。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我的梦想是当英雄，因为英雄很厉害，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现在的我是一名照护员，每天都尽力的帮助那些有长照需要的人和他们的家庭，生命充满意义。照护员是你的英雄，也是你的家人。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有她在啊，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比较有安全感。陈阿姨会来照顾她，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妈妈来，哎。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喽。我们知道，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长照2.0，我们照顾您。用偏红的2号粉底遮掩泛黄的肤色，用黑色的发油隐藏异常的落发，用意志力和营养品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与其注重外表，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欢迎回到关心时政做回来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带大家来看在疫情之下我们基隆市儿童节有多么的不一样，有各校的创意，还有基隆市政府用心的规划，让大家在儿童节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非常的快乐。为你邀请到我们的教育处处长林助理，林处长大家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李奇宏，大家好。奇宏好。再来是我们复兴国小校长陈欣盈，大家好。还有我们教育处的教广中心主任苏世文，大家好。对，那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节目已经谈到我们基隆市政府从3月29号开始，其实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规划了非常漂亮好玩而且很美丽的儿童艺术节哦。那当然呢，在今年当中变成了6大好礼要来推荐给大家，其中的有一项呢是我们的 APP， 我们跟上科技时代潮流推出了一款在我们手机线上的就可以玩的游戏，而且还结合我们基隆的在地文史。我们要请我们的主任苏主任再跟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基隆香基堡。
是我们香气宝的游戏呢，其实比较像宝可梦的探索的游戏啊，因为你在到一个地点之后，它会跳出相关的学习任务，让你去做探索式的学习。那一个陪伴兽呢，会一路陪着你去做相关的学习跟探索，可以更了解我们这种在地一些故事。所以是根据景点来分享的。对，我们现在已经设定25关卡在这个游戏里面去了。对啊，这个就进我们基隆是一些在地的故事跟在地一些历史的背景哈。然后这个玩完结束之后呢，其实它最后可以再帮你做那个宣传的部分。哦，连上去的时候，其实它最后传过后，透过 FB 宣传跟那 LINE 的相关的处理，它可以直接把你的相关的拍这个跟可以跟这个守护兽一起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一起上传 FB， 然后透过。FB 去宣传你来这边，透过这已经学习过这相关的知识，啊，顺便宣传一下基隆在地一些历史的文物。以上，哇，好好玩哦！所以我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要先下载什么，然后再进入什么样的步骤？对，那么的步骤部分呢，就我们知道下载在Google App 跟那个 Apple Store 上面的时候，搜寻香积宝 MR 的关键字呢，就可以下载香积宝 MR。对，香积宝，对，这香积宝是。家乡嘛，基隆是基隆的，基隆在地的宝物，所以知名叫香积宝。对，好，所以大家记得哦，在手机下载，在 App， 如果是 Apple 的话，就是去 Store， 然后如果是 Android 系统，就可以去商店去下载，就是香积宝 MR， 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来玩一下。现在开始可以玩了吗？现在可以边试玩，那但活动的部分，我当天活动期间才会把闯关的讯息都 post 上来。是，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因为真的很好玩，因为玩完之后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千万不要错过。而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App 啊，就是寻宝，就是根据不同的地点。其实，在基隆也有很多很好玩的 App 要推荐给大家。我们要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个寻神计划？找神哦，找神！对，基隆市的那个社会领域国小社会领域辅导团，我们在2年前就开发了一个我们应该是说实境啦，现在还没有到那个 App 的部分，就实境的，就是从基隆寻神器，神庙的神，然后这个。趣味的趣哈，行程趣。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从海洋广场开始设计，然后到从循环站开始设计，然后到海洋广场，然后有很多的关卡跟线索会在海洋广场里面。那当时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App， 所以我们几乎都用老师啊、辅导员下去把所有的那个线索全部埋进去。那另外就是会到最对面的，因为是寻神器嘛，所以第一站会到我们的那个城隍庙啊，城隍庙，然后在我们的清安宫，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200多年的这个土地公庙，有官道的哦，在清朝的时候是官道，在市场附近哈，土地公庙在哪里啊？在仁爱市场。仁爱市场中间那个，你不要看那土地公庙，它其实是以前是官道走的，那前面那一条是就是其实就很多的历史可以跟还有文化可以介绍给孩子。对。那另外最后呢，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学员或者是我们寻宝者到我们奠基宫哈去开张圣王庙去做，那当然也会中间就是。让大家去拼经济啦，哈，就是说，不管就是之前我们就让很多的新北市的老师，还有国中的校长啊，还有台北的老师、校长、辅导员一起来做这个试探这个游戏。那这个当然最后是落到当然是孩子会一起做体验，那最后到庙口去吃个点心，好，然后其实是介绍我们整个基隆的在城市中的文化，那也有卡玛丁的文化，还有一些透过庙宇来带动整个基隆的市区的发展。那还有当然很多。多的细节部分呢，就放在这个游戏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香积宝这个游戏，然后一起来做合作。那今年我们会出桌游版，我们有已经发展成桌游版。那未来我们希望到每校都会发，就是可以配发到这个桌游。那这个是我们目前今年度就是国小社会领域辅导团很重大的一个任务。是，哎，我这样听起来，基隆就变得好好玩，就可以跟官校处结合，那又发展出不一样的游程，对，让大家来到基隆，哎，不只是那样子玩，没想到也可以透过 App 可以开始玩，真的好好玩。那我有想到之前我采访过在和平岛，他们其实也有发展出一个 App， 那他们就是每一个景点他们都会设计关卡，那时候我记得是成年礼吧，也是孩子去玩的，然后就是大孩子，我就觉得哇，他们都好聪明啊，他们就看到一个关卡嘛，然后就在上面，他因为他都有密码。
会显示，然后就是说，哎，第几排的第几个字，然后他们就会去搜寻，然后就把密码按进去，然后他一关就过了。那当然，每一关卡有每一个关卡的目的跟任务，那最主要都是还是认识我们基隆的在地美景，像是和平岛。那相信在那个艺术领域应该也是很多吧？我们要请齐宏来跟我们分享了。好，我们这次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除了我们的小雨滴之外呢，还有我们白带鱼。那白带鱼呢，它夜间发光，我们的那个小雨滴它也是夜间会发光。那虽然呢，我们这次的作品它没有那么直接的很科技感十足，但是呢，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夜间的这个照明的技术，其实呢，它白天跟晚上呢，你会看到不同的截然不同的风景。那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再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一次的我们的两个主要的作品，一个是白带鱼。然后另外一边呢，是由我们的基隆的小朋友所共同制作的小雨滴所集合成的一条海浪。所以你看，在视觉意象上就很有趣。我们白带鱼流到我们的海浪，是。然后呢，回家了，回家了，在我们的基隆的这个港湾里头。那基隆因为这近年来我们的旅游观光呢相当蓬勃，然后可以从白天一直玩到晚上，所以我们这个作品也是你从白天呢，你可以在这个晴空万里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基隆港，搭配我们的缤纷的这两个作品之外。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在夜晚看到我们这两个作品呢，就犹如是在这个银河里头的星空，然后还有一个发光的白带鱼。我想它是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民众都喜欢在 IG 上面打卡上传照片。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能够在基隆港拍到有不同于以往你可以看到的景象，尤其是夜晚的时候，然后它还是可以发光的。那透过呢这两个作品，在我们的这个四月里头，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基隆港，然后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基隆，然后更重要的是呢，这次的这个作品是你可以看到是由我们基隆在地的小朋友共同来参与的儿童艺术节。它不单单只是让小朋友可以玩的儿童艺术节，而是他们本身也参与到这个里头，做了这么多的作品。那这两个作品呢，我想它一个部分是有关于环境的，我们可以来让小朋友去思考环境的。因为白带鱼呢是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渔产，可是其实白带鱼呢的那个产量，我听我爸爸讲，以前到现在已经产量越来越小。然后呢，白带鱼以前吃的这么大，现在已经越来越小，是越来越薄。那再搭配了我们这个由塑胶袋这个塑胶的这些资源来做的作品，其实是可以更让这些民众去思考到，就是我们现在的鱼群它可能居住的环境，就如同里面的我们的海浪里头，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人为的这些制造的这些环境。那我们如何呢，在我们的永续发展里头，可以跟这个环境呢，可以更和平的共处？我想这一次我们这次的儿童艺术节这个作品，然后透过我们的白带鱼跟我们的海浪，它可以带出另外一个更深刻的这些环境的议题。是，这就是创造力的力量。说到创造，我们又要回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阅读的 APP。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你在阅读完之后，你就要去理解，理解完之后，你当然就可以创作啦。那当然，在这一次当中，我们有很不错的 APP 要推荐给大家，对不对，处长？我觉得这真的是超厉害的啊！我们最近基隆市政府呢出了一套书，一套五本，是谁来基隆的绘本。这里面呢，它叙述了其实我们所熟知的米克园之外呢，其实基隆曾经有不同的族群在这里共同生活过，包括原住民、法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文化局就分别邀请了五个作家、五个画家共同来创作这个绘本。在我们录影的同时呢，我们教师研习中心正在办这样的师培，我们的老师正在装备自己，准备要去带着我们的孩子用这个一个阅读的 APP 一起来共同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绘本。创作完成之后，如果我们透过数位印刷把它印制出来的话，一个就是一本绘本其实大概只要200块钱左右就可以的。但是这是孩子，他是自己的作者，自己担任作者，自己担任绘者来完成的一个绘本。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大力推动阅读教育里面的其中的一环。那我们希望我们规划在未来的3年内要每一个学校都至少有一个
阅读推动教师，也就是刚才信宜校长所提到，学校办了很多好玩、有趣、有意义的一些阅读活动，其实都是透过受过训练、专业训练的阅读老师，他来做规划，带着全校的老师一起来做。我举一个，我们在基隆市非常夯的是，五龙国中的阅推老师魏玲珑魏老师，他自发的带着孩子，来做一个读者剧场的一个阅读的推动活动。什么叫读者剧场呢？孩子们他们自己分组，然后每一组选三本书，从书里面自己找到他要的角色跟情节剧本，自己动手去做，然后到国小去用这样子像剧场的方式把这本书说给国小的同学们听。那我曾经特别去观课过一次，我看到那个小朋友他用纸板做唐吉诃德，那个他不是看到有风车，他说这个巨人怎么会自己会乱动，一定是妖孽，所以他跟风车大斗。那小朋友真的用纸板又做一个那个风车，他就在那边一头面一直转一直转，超可爱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这些孩子他们是自己创作，自己发想，然后自己把它演示说给我们国小的孩子听，所以不管是国小的学生还有国中的学生，其实都是收获非常多。在我们的教育理论里面，你教别人是学会的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推动阅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这边加码再跟各位家长报告，我们基隆市政府对孩子除了这四月份的儿童节的活动之外呢，事实上我们在所有的国小学生毕业之前，我们有三件事情，一个三个大礼呢是送给我们所有的国小的小朋友。第一项呢是我们基隆市特别设置的三所职探中心，它等于是豪华版的 Baby Boss， 里面包括银行啊，那个餐厅啊、饭店啊，还有AI 之类的这些职场的场域，学生在里面呢就可以做不同的学习体验。我们已经设置的量可以足够国小毕业之前每一个学生至少体验过一次这样的职探中心。第二项好礼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国小四年级的学生带他们进剧场去体验，不管是看儿童剧、舞台剧，都是孩子们最爱的。那我们透过那样子的一个活动呢，除了让孩子看得开心之外，也教他们剧场，进到剧场的一个礼仪。那希望培养他们未来，在社会，进入社会之后，他也可以很自然的去提升他自己的生活品质。那第三项呢是基隆，更是基隆独有的，那就是所有的学生毕业之前都能够有一次的海域活动，不是水上活动，是海域活动，像是水上独木舟或者是水上运动会，用一块我们从今年开始会用一块很大的板子，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跑，在上面跳，当然，水上漂的概念，对，那个每个人都是好像有武侠的轻功一样，对，但是他一定是在一个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包括专业的教练，还有救生的设备，这些都是非常齐备的状况之下，所有体验过的孩子都跟我们讲说非常好玩，而且还跟他的学弟妹讲说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特别精心为所有的国小小朋友特别准备的三项好礼，额外加码。对，真的超棒的，这职探中心还有剧场体验，还有这个海域活动，其实都有看过有听过。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啊，他其实去剧场回来都会分享，他说：“哎呦，我们今天全班坐公车去文化中心看表演。”他就是印象很深刻。那我知道，对。然后我记得去年更特别，带幼儿园的小朋友，基隆市政府带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去台北哦，去台北看剧，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更不一样的挑战。2000名幼儿，我们前进国父纪念馆，那个国父纪念馆的馆长亲自出来接待，因为林佑昌市长带队过去，那他说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呢破了他们国父纪念馆2项记录，第一个他们2000席坐席从来没有这么满坐过，那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一项记录，第二项记
纪录，他们从来没有2408名的幼儿同时进到国父纪念馆，这也是破了他们有史以来的纪录。对，哇，这个所有的参与过的老师或者是小朋友，对他们来说都是印象非常深刻了。对，那当然说到学校端，其实孩子们的回馈跟分享也很多，对不对？对，其实他们其实像刚刚讲到到国父纪念馆那边去看看那个表演，那因为我们是大人小孩一起去，对，还有家长，所以其实这个体验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我们偏远的小校，那真的是因为小朋友跟老师都亲力亲为，所以他们真的去很开心。是，那当然有些还有就是到市文化中心去看体验，小幼儿园也有去，对，所以其实他们带回来的，因为我们是混龄教学，所以说孩子他们会跟自己的这个同学分享，然后尤其是幼儿园，他们童言童语，他们在诉说他们自己看到的表演有多有趣，然后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对，是。那说到职探，其实在世文主任这边也很多，要接轨国际嘛，接轨科技，所以有推出很多很棒的活动，对不对？对，我们是相关活动，其实在教学面上，我们其实跟教学现场去做结合啦。那职业探索其实我们在科技这块，我们重要要培养学生就是城市设计的能力。好，城市设计的能力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等于是第三个官方语言啦。好，其实这个是培养我们其实国家软实力的方式。以后未来都要学，真的是语言。而且我们基隆市其实一直来，就连续到现在已经第九年。之前小俊来采访过我们的基隆市，有做软体设计的竞赛，那个竞赛其实全基隆的学生有参加，我们从小学开始做学生的城市设计的能力的培养，对，是过去的软体，对，所以这块其实都是我们其实基隆市很在意、很注重我们学生其实未来挑战未来一个能力的部分，是。是，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网看，当然不止儿童节这段，很多时间大家都每间学校或者是教育处方面都推出很不一样的活动，大家都可以上网来报名参加。那当然最后要回归我们的儿童节啦，其实儿童节送出了非常多的好礼哦，处长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第六项好礼呢是你好李好，在这个防疫期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呢，是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孩子，所以我们特别精心设计了这样子一个礼物。但是我在这边先卖个关子哈，这个是这个礼物的包装，那礼物内容是什么大家可以猜猜看，但是这个礼物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们上面呢特别印制了我们这个香积宝这奇兽这个守护兽，它的就是图案在那个上面哈。那我们分成大人版跟小孩版，不管是大人版、小孩版，其实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非常的精美。那我们也特别印制了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盒来送给小朋友。所以我们的暖男市长呢，特别精心打造的这个礼物送到小朋友手上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孩子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真的是很有意义，而且非常的精致。那除了这六项好礼之外呢，今天呢，因为我们特来基隆上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市政座会来的节目呢，我们特别准备了惊喜版、隐藏版的一个好礼，那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呢跟海科馆一起携手合作来推出基隆专属的海科自由行。各位应该有很多人可能去过海科馆，但是四月份海科馆会推出全新的8K 的剧场体验，8K 的影片，8K 不晓得有没有市民朋友看过，我看过那个8K 的影片，它是像我们身上的头发或者是刺绣上面的那个丝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需要戴特别的眼镜，所以是非常的吸引别人。那海科馆在四月份推出的8K 的海洋剧场呢，那同时再加上双特展，他们有两个特展同步举行，所以这个双特展也包含在这个套装门票里面，还有主题馆跟区域探索馆，总价值呢490元。各位猜猜看，我们基隆市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拿多少钱呢？不用钱，一毛钱都不用花，这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跟海科馆共同携手合作推出的一个基隆小朋友专属的一个优惠方案。除了小朋友之外呢，我们同时针对同行的大人呢，这些票加起来大人要520元，那海科馆也愿意用300元的优惠价来自赠给这个
同行的大人。那海科馆它同时也会举办海洋的文创的 DIY， 那这个做DIY 呢，也可以自赠给我们这些参与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是只有基隆专属才有的，所以各位是家长一定要记下来，而且它不是只有儿童节的那四天连假而已，是整个儿童月，从4月1号到4月31号，所以只要带着身份证明文件到海科馆去，就可以免费享有这样子的一个基隆市市民才有的欢乐的儿童节礼物，欢迎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的，没想到双特展，因为它的特展有两个嘛，然后有的真的很不错，像我记得有跟故宫合作的，我觉得印象好深刻，那个真的很特别。然后它的双特展是免费的，然后主题馆也是免费的，然后区域探索馆本来就免费嘛，然后最重要是 8K 最新推出来的海洋剧场，大家一定要去体验看看，完全免费，对不对？完全免费以外呢，我这边再加码送。事实上，我们大班的幼儿呢，在毕业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大班幼儿作品展，它可能是平面，可能是立体，那一定是孩子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子，每一个公私立幼儿园的大班的作品都会呈现在全体市民朋友前面去做一个展示。今年我们也特别选在海科馆，做这样子一个展示。所以3月31号开幕之后呢，各位市民朋友可以一并在主题馆里面免费的参观到这些小朋友的一些作品，同时我们在现场利用它现成的大阶梯，变成是一个立体的 3D 的一个打卡的景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海科馆去参观我们大班的幼儿的作品，那同时在那边可以当一个网美，好好的打卡跟欣赏。是。活动真的很多很精彩，最后进入一分钟，我们要请四位来宾跟我们好好的呼吁一下，处长。我们基隆市政府准备了满满的好玩有趣的儿童节的活动，欢迎你们随时关注我们基隆市教育处的网站来参加我们好玩的好康活动。好玩好康活动。OK， 这次的这个作品呢，不只是让小朋友玩，也有让小朋友来参与的这个共同的装置艺术，所以呢，欢迎呢各位民众呢可以来看看我们基隆的小朋友他对于雨的诠释，然后以及我们基隆小朋友的创意。复兴国小小而美，但是呢充满了创意跟特色。那也这次呢透过儿童节，我们要翻转我们的校园城市印记，欢迎大家一起来。好，我们香基宝呢，就让提供大家去透过那个手游模式、App 模式来好好的探索基隆，好好玩基隆。谢谢。是哇，所以基隆四月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的讯息都可以上网来查询，好好的运用我们的科技软体。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了。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我扶你，走，小心哦，小心。年轻。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